亚洲统神，亚洲统神，怎么办？我来颁奖，得罪了很多人。来来来，不要那么生气。好了啦，做做效果，做做效果，好不好？做效果，我没想到统神还可以跳起来，还可以小跑步，灵活的胖子，不错。娱乐效果，欸欸欸欸欸、统神冷静点。国栋的弟弟，亚洲统神，亚洲统神，大饭我来颁奖，得罪了很多人。来来来，不要那么生气。你贩毒狗是好了啦，做做效果。2023星光电竞大赏 Toys 颁奖给亚洲统神，桥段引爆讨论网红馆长陈之翰也在直播中谈及此事。做做效果好不好？做效果，我没想到统神还可以跳起来，还可以小跑步，还可以跳了起来，还可以上台，看他还这么灵活，灵活的胖子不错。不过看他好像没有瘦下来，还是身体要注意啊。他们两个人互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，两个人都喷那么久，两个不好也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嘛。他们两个也都跟我吵过架啊。可是，在我的立场啊，在我个人的立场，我认为电竞圈吵架真的是很小的事情，我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。那其实有时候互喷是在制造流量嘛，像那时候我们办拳上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喷，不喷哪有人会去看？结果是好的就好了嘛。哦，那你说深仇大恨嘛，其实也还好，他就嘴嘴我，哦，我就回回他，也没有什么怎么样啊。我跟 Toys 也没有交互的关系，你说干嘛啊？两个人见面要干嘛？要打架吗？他们刚刚两个有打架吗？也没有打架啊，反正大家摆一个脸不爽在那里嘛。哦，那你说真的有什么怎么样深仇大恨吗？需要动枪动刀吗？没有啊。以我们当一个公众人物来说，现在的社会氛围，反正就是斗嘴嘛，大家都在斗这张嘴。